演员群星们呢，将在今年的颁奖典礼上面合体，应邀来担任这个颁奖的嘉宾，也会重现当年的这个一个表演的一个盛况。那包括了像当年这个瑞尼奇维格啊，还有凯撒琳丽塔琼斯、桑杰罗拉蒂这些都有获得提名。不过当年只有这个凯撒琳丽塔琼斯拿走了最佳女配角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回味一下当年最佳女